八元清朝小记者，在我们走着走着，居然发现这里有很多甘肃街以及这些木炭，看起来这里曾经被烧过很多。再来看看，你看这些树叶都枯掉了，我想再过不久，这些树叶应该也会被烧成灰烬。真是太可怜了，这样。这是啥子？倒啦！大桥倒台，爱看见，我大倒台。哦，看咧，啊，你看到好咧？哦，对。啊，你有开咧？哎。Hello， 准备。好，好，好，剑啊，快写完。没有。啊，快写完就来签，签这个人，再来试一下。韩露说的，大家过门。你过心事。啊，那么前面就有了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他是这种。那么前面是有一个。